酷刑男登场，演出者有纷纷熊妮妮、冷冻原始人酷刑男。在这个下雪的季节，哎呀，是谁拿水球打老娘啊？哦，是酷刑男啊。那本人不送你一颗草莓罐，不行哦。我靠，酷刑男掉下去了。这时香香已经被酷刑男压成冷冻雪糕了。这时蓝蓝鹿在挑战打破金世界纪录，冬天不穿衣服的纪录。我看还是明年再比吧。酷刑男，我来救你了。这时老娘会开启 Elsa 模式，这时我就要唱 Let go Let go。 酷刑男欧巴，老娘一定会救你的。发生了什么事？什么？酷刑男就是帅到翻掉啦。